家人。 久的时间让我好想念。回家喽，回家喽，赚没赚到钱？新衣服要买几件？回家要打扮得体体面面。坐飞机，坐火车，还是坐大巴？只要能够买到。 心里就甜。回家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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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回家喽！兴奋的又要睡不着觉喽。买了好多礼物，虽然背着很辛苦，想到你们会开心就很知足。回家喽，回家喽，我要回家喽！又辛苦了一年，可以休息喽。睡着懒觉不用担心，吃饭有人喊。 幸福只有家里有。关注阿彩，更多精彩。